二者融合，以为阴阳结合，阴阳一体两面，彼此互藏，相互替换，不可执一而定向，二者虽无定向，随道而变，上皆可为道，下亦可为器，道用无穷，处处有之。交错上升的楼梯，在灯光的交射下，有如神奇的时光隧道，带你穿越时间、空间上的距离，来到艺术家的奇妙世界。开阔的扇形平台，地面铺装折扇形纹样，扇出别具一格的风韵。